神天，这个给你。怎么在不伤害女生的情况下拒绝？这个简单，你和他说，如果他下次考试考了年级第一，你就和他在一起，这样他忙着学习，就没时间过来骚扰你了。同学，你们见到小雨了吗？好像在老师办公室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男生骚扰你？妈，我都说了不是，是我喜欢他，这些情书都是我写给他的，还没给他而已。怎么可能？你还嘴硬，你臭不打紧，你谁？是我，放开！这情书是我的，是我骚扰的小雨。看，我就知道，老师可得好好惩罚他，还影响我女儿学习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情书是我。瞎说什么呢？走，跟我回家。高二三班学生沈天写情书骚扰女同学，造成严重影响，责令停学一周，回家反省，以儆效尤。沈天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他就是刚刚通报的沈天。我们离他远点，和他沾沾关系。追求骚扰你。我是男孩子，名声坏点没关系，但你是女生，要是名声坏了，会没朋友的。那以后我们……你以后会遇到互相喜欢的人的。走了，同学。地主后亦从来没怨。